童文同志，你有没有看今天的报纸啊？看了看了。每天从报纸上学习是我一进入组织就养成的习惯，一天都没有忘记。啊，今天的报纸上说啊，西北的一个水利工程，因为财力跟不上，中途下马了。你怎么看呢？那件事啊，非常的令人难忘呀。你说说。 那么大的一个水利工程，就是因为资金财力跟不上，只好中途下马，白白的浪费了老百姓那么多的粮食。你们红旗渠一定要引以为戒。哎呀，对对对，简直是令人痛心疾首啊！啊，对了，余副书记，林书记知道这件事吗？林杰天天在工地盯工程，这种事情你要多费心。 我倒是建议啊，你们常委开个会，商讨一下红旗渠以后的发展方向。是，余副书记提醒的非常及时，我一定会注意的。好。什么？红旗渠已经花100万了？全市各项施工材料的购买和运输，老林他们已经很省钱了。 咱们当初可是把整个县委县政府钱全都押上了，而且这段时间大家伙吃的都是什么，你也很清楚，这还是按照大干100天的情形预算的，而且现在已经调整了施工方案，钱还是不够用。老李，你说咋办？老林这些天正在到处筹措呢。你的意思是还没有想出办法？ 老李，这件事情很严重啊，我们不能熟视无睹。那咱们县委常委开个会讨论一下。对了，把林书记他们都叫回来。好。现在大家都很关心红旗渠工程的进度，小吴，你先给大家说说吧。从目前的情况来看，如果施工顺利的话，红旗渠总干渠。 全部竣工，大概需要2到3年的时间。如果遇到一些施工难题的话，那需要的时间肯定会更长。哎，跟咱们之前想的可不一样啊！哎，我记得当初那个罗昌金局长还说呢，啊，3个月就能完工，我说给他1年。看来这是工程巨大呀！啊，同志们。 咱们继续努力，继续加油，啊！老林，话是没错，可咱账面上的钱撑不了多久了。是啊，咱不能打肿脸充胖子，巧妇难为无米之炊，县委总不能去偷去抢吧？老童啊，去偷去抢，就你那小身板，偷吧还凑合，你抢你可不一定能。你别打岔，我担心是咱们钱不够，渠修不完，还把民工白白耗在工地上。 到时候咱们县委不是赔了夫人又折兵，我也是担心这点，所以把大家叫来表个态，同意红旗渠工程停工的，请举手。林书记，没钱就是无能为力，咱得实事求是啊。哎，老童，咱们这么多人。 能让钱给难住了吗？再说了啊，我觉得呀，这个现在这个红旗渠啊，已经不单单是一条渠的事情，代表着咱们林县，也代表着咱们这一代人呢。我认为，咱们这代人就是全都牺牲掉，也要为下一代修通这条渠。钱的事儿啊，我想办法。如果我解决不了的话呢，还有人民群众呢，对不对？ 不管红旗渠要修多少年，我都愿意把它给修完。那这样，咱们再表一次态，同意红旗渠工程停工的，请举手。工程继续。
老林啊，咱每年的财政收入也就这么点钱，这个你应该比我清楚吧？是我比你清楚啊，但你可是有名的大能人，你帮我想想办法呀。我要有办法的话，我不就早就告诉你了。哎，要不去财政局问问那儿有没有钱？财政局啊，嗨，他们还跑到我这儿来借钱呢，我都给堵回去了。你不能让人犯错误。哎，老赵，我跟你说实话啊，我真不是吓唬你。如果再没有钱的话啊，咱这红旗渠可真就要停工了啊！你给我想想办法，凑一点是一点，怎么着也让他继续干下去啊？这样的话，我不瞒你说，我这儿还有一点钱。什么钱？去年上级一平二调的那笔退赔款，除了给群众补发以外，还剩着在银行的专用账户上。有多少？大概有300万。三百万？那你有这300万，咱就够花了啊！林书记，你别激动，来来来，不是怎么了？这钱呢？上级有规定，这是专款专用，谁都不能动。哎呀，知道吗？谁动了谁犯错误。哎，300万啊！就让他躺在户头上睡大觉啊！我不跟你说了吗？谁动了谁犯错误。还有谁知道这笔钱呀？这不是今儿你，还有我，还有李县长，就咱仨人。哎，严总，你说那个水鸭子能提高工程进度，弄得怎么样了？我尽快把它优化好，到时候推广到工地上。这个好啊，有这个，工程进度就能提速，是早一天结束是一天。早一天结束还省一天钱呢。孙县长，水泥快用完了，咱是不是该买了？水生啊，现在咱们那个资金紧张，你来的正好，咱们一块想想办法，看怎么解决这个事儿。水生，你躲在这儿干嘛呀？黄红，你咋来了？听说你发明了水鸭子，我来祝贺你的。那没啥大不了的。慢点。我怎么觉得你好像有心事儿啊？俺担心红旗渠快修不下去了，现在进度越来越慢。有什么原因吗？现在工地上的水泥快跟不上了。指挥部说县里经费有限，让俺再等等。如果你们工地能够自己制造水泥就好了，这样子又花不了几个钱，用起来还方便。哪那么简单呀？俺们工地上还没人会做水泥呢。你们不会，别人会啊。我们村上就有一个特别厉害的老匠人，他就懂水泥的土法制造工艺。那真是太好了，如果他能教教俺们的话，那一定能有大用。那你想不想见见他？想，俺现在就想去。走，我带你去。好，你慢点啊。这下去还挺麻烦啊。这不就是你家吗？对呀，就是俺家。俺跟你说的那个老师傅啊，就是俺爹。桑叔。那太好了。你等着。爹。爹。爹。不知道我爹又去哪儿晃悠了，要不你在这儿等会儿。行啊。
俺给你倒杯水。要不俺先走了，工地上还等着俺回话呢。哎，这样，俺肚子也饿了，准备做午饭，你要不要留下来一块吃啊？真的不用了，俺着急，没心思吃饭。哎，你要是不留下来吃饭的话，水泥的事儿我就不管了。那俺吃吧，俺吃。那坐，你等着。佑赫，你这是胆大包天！你嚷什么呀？你这吓我一跳！你别嚷了啊！别没怎么着呢，你闹得满城风雨呢！你是为了那个红旗渠要把自己后半辈子都压上去啊！你别嚷了，行不行？坐下。真要出了事儿，我负责，我扛着。我之所以跟你说这件事儿，就是想让你觉得呀，我没那么独断专行。哎，以后出了事儿，就当今天下午我没找过你。我看你是真疯了。我就是疯了，我急疯了。那红旗渠不能因为钱而停工，不能卡在钱上，那可是专款专用。就你知道专款专用是不是？我不知道专款专用是吗？那你知道什么叫一平二料退赔款吗？一平二料退赔款，就是国家把不该收的钱给退回来，退给老百姓，退给咱们邻县，咱们拿出来再用在老百姓身上，这有什么错吗？没有什么错，但是目前纪律上有问题。老李，我再说一遍。出了任何问题，我负责，我扛着。老林，你是迷了心了，怎么的啊？现在账上已经花了100多万了，还有点先用着。这个事情就打住。财政上我来调拨，需要用的时候我一定顶上来，但现在绝不能动，否则就是我直接送你去监委。明白了，听懂了。这伙计这么大，老嚷，你这听明白了，李县长啊？哎，这不是水生吗？孙清，你回来了。尝尝俺做的山西刀削面。那行，俺吃了。哎，你的呢？锅里还有呢。姐。我的呢？客人来了，先紧着客人吃，一会儿给你下。那先吃了。慢点。真好吃。那个三红，水泥的事儿，要不俺就先不等了。工地上事儿多，你要是有信儿，你赶紧说一声。放心吧，这事儿包在我身上。行，那俺就先回去了。你放心，这事儿包在俺身上。啊，俺放心，还放心？你还想不想吃刀削面了？哎，赶紧给我来一碗啊！哎，姐，这刀削咱自己都舍不得吃，这食水生一来就给他下刀削，这还带肉卤的，怎么？是过年吗？行，给你下面去。哎，姐，我刚听你说什么水泥的事儿？爹，啊，工地上缺水泥。你是说，
临县的工地上。啊，今天我带水深回来找您，想要跟您学做水泥的简单法子。姐，咱也不能把水泥秘方随随便便的就给他们吧。为啥呀？为临县修个破渠，咱家得倒贴进去多少啊？水电站原本我就进去了，后来因为他们修渠换地方了，人家也不要我了。他们一来啊，是又贴吃又贴穿，哎，水生一来还下刀削面，还是肉卤的，是吗？哎，还有没有？给我也来一碗。爹，爹，就这还不够，我姐还要把水泥秘方给人家当陪嫁。啥？这贴来贴去的，恐怕要把他自己贴进去。爹，别听他胡说。爹。我姐现在就是稻田。哎，您不是一直想让我们家和石头伯伯家连个亲事吗？我觉得这事儿能成，但是就算能成，咱也不能倒贴呀。咱家嫁闺女，那也不能拿水泥秘方当陪嫁呀。真的假的？胡妮儿，你跟水生……爹，别听他胡说八道。我们现在说的这事儿就是水泥的事儿啊。啊，少说话。用土法子做水泥，关键是搭窑。哎，不过别担心，咱有图纸啊。到时候啊，咱就按照这个图纸，在咱们大王屯搭窑生产就行了。哎，不算倒贴。爹，就算在大王屯搭窑，那用的技术是咱的，用的土是咱的，用的水也是咱的，咱也不能白送他们。等我卖给工厂，哎，我也不卖很多钱，我就是用最低的价格卖给他们。然后现在这大灾年，爹，您得为我们考虑考虑。那水泥得用来换粮食，换果子。你现在怎么那么势利啊？爹，别听他瞎说啊！我已经答应人家了，人家还要跟你拜师学艺呢。那这样，你啊。先把我以前做那个水泥啊拿给他们去看看，等他们满意了再说。对，好吧，爹说的对啊。爹，如果有图纸的话肯定能搭窑吗？那当然了，图纸是重中之重啊。当初我是花了大价钱向师傅求来的。不是，就锁在柜子里。哎，明阳，来的正是时候啊！我这正看呢，咱们这一期工程啊，马上就完工了，到时候拦水坝一合龙啊，那场面多壮观！我想想我就激动。你少给我画大饼，我现在就很激动。刚长春找我谈话了，你今天那番话可把他给吓坏了，他让我好好劝劝你。这事儿啊，就这么定了，就这么办，你就别跟着掺和，假装不知道就行了。这件事情必须打住，别再想了。我就跟长生说，这就是个玩笑。我跟你说啊，明啊，咱们现在这个工程太需要这笔钱了啊！这笔钱我必须得用，300万呀、啊，干什么？躺在账上睡大觉啊？那就是浪费，你知道吗？老林，你是不是疯了？挪用专款是什么后果，你还不清楚吗？咱们不能也不敢违反组织纪律去碰那个红线。你嚷什么嚷？规矩是死的，人是活的。这，林书记，李先生，什么事儿？嗯，聊什么呢？我们说那个工地上要守规矩，对，安全生产的规矩不能乱。招窑情况怎么样了？啊，这南股东那批马上就送上去了。那还不赶紧安排啊？赶紧送上去啊！啊，行，送上去。好。哎，这么着吧，你甭管了这事儿，到时候我跟啊。明阳一块儿送上去，啊，你忙去吧，把门给我带上。你怎么现在脾气比我还大呀？你，我嚷什么？你嚷？
姐，你干啥呢？哎，你这还没嫁出去呢，就吃里扒外。爹，快来看啊！别说了，吃里扒外。别说了。咋了？啥事儿？爹，你快来看看啊！这是您的宝贝闺女，偷咱家宝贝。嗨，你们以为那是啥金贵东西？哎，青儿啊，你眼里咋那么多事儿？爹，我这不是跟你守着吗？这是咱家手艺。啥咱家手艺？咱家的手艺也是林仙的手艺。林仙你石头掰他就会，当初就是我们俩一块琢磨的。红儿啊，你拿去吧。哎呀，要是能用这个呀，换你跟水生的姻缘，那也值了。爹，啥姻缘不姻缘的？还早着呢。叔，往上抬一点。按直。叔，抬高一点。嗨，水翁。拉直，拉直。哎，水翁。嗨，太后，太后。哎，三皇，你来了。给，猜猜看是什么？啥呀？哟，水泥。这水泥的成色跟俺们买的差不多，质量也可以。你哪儿弄的？我爹做的。你爹愿意帮俺吗？这个是搭建土窑的图纸。你想要这个，有条件。啥条件？俺都答应。我爹说了，这个是他花大价钱买来的，给你们也行，但是你们得出高价。啊，高价。完了完了完了！现在俺们工地上还缺钱呢，这为了这图再出大价钱，不行，俺得去找林书记商量商量。哎，你去干嘛呀？俺去找林书记商量一下。你这傻子，你还真信了？不是，你爹花大价钱买的，给俺们的话得加钱，俺没理解错呀。给，干啥？给你就拿着，送你了。不行不行，俺没给钱呢，不能要。在我反悔之前，你赶紧拿着，不然我就不给你了。那俺收收。那你爹愿意把这秘方给俺吗？我爹本来是不同意的，但是我一直劝他，他就同意了。那谢谢大主任了。谢谢大主任。哟！不许笑！哎，不笑不笑，没笑。啊，老孙，老李，你怎么来了？我过来给你送炸药来了。太好了，正缺炸药呢，解了我们燃眉之急啊！哎，一会儿没啥事儿，带我去工地看看吧。好。看看红旗渠，保你不许死刑。好，哎，小赵、小李，你们几个帮忙卸炸药啊，注意安全。走，在这边。哎，从这儿上山。走，这是铁工匠队。啊，辛苦了，辛苦了，辛苦了，小心点，小心点，慢点，慢点，慢点，小心点。家乡们，来，厅长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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好。来，起起来，在那边帮县长拿。来，厅长，家乡，哎，家乡。孙副县长，我们现在刚测量过，这
卓昌河的流量可不小啊。那能合拢吗？它必须得合拢啊！现在不合拢，将来河水会更大。我担心那些沙袋和石块都会冲走了。这上百米宽的河水，一下子被挤到一个几十米的豁口，压力太大了。还有别的办法吗？那就只能是增加阻力了，在河水上面打上木桩，缠上铁丝，然后再扔石块，还有沙袋。行，那明天咱们先试试啊。孙副县长，秀芳，哼，你怎么来了？俺回去想过了，大王屯宫段，俺们一路都跟过来了。这最后拦河坝，俺们铁姑娘队不能不去。秀芳，阻拦河坝可未必是一次就能成功的呀，而且非常危险，你们还是留在工地吧啊。那留在工地干啥呀？嗯，你留在工地可以到伙房帮水莲他们啊，万一我们拦河坝成功了，你们不得做点好吃的犒劳犒劳我们啊。哎，去吧，听安排啊。嗯，秋芳，你今天咋没去啊？俺和孙副县长说了，他不让俺去，说拦河坝太危险了，不让女同志去。也是，但觉得铁姑娘队干活可厉害了。但是这次还是有点遗憾。哪能事事不拉遗憾呢？最后咱们把这水引过来不就成了？也是，那俺不想这事儿了。今天是个大日子，俺们给大伙儿好好做顿包子，庆祝庆祝。俺们为了庆祝大家合龙成功，给大家包了包子。来，看，哥，咋了？俺们没成功。啊，没成功啊！嗨，没成功就没成功吧，这饭大家都得吃啊，先吃饭吧。没错，水莲说的对啊，人是铁，饭是钢，这饭该吃还是要吃的。虽然这一次合龙没有成功，但是咱们的士气不能低落啊。那个，以后咱们再想办法。我跟你们说啊，这是后厨专门犒劳咱们的，这大包子可不是每天都能吃上的啊！大家吃，吃完了以后咱们接着干。对，孙总指挥说的对，吃饱了才有力气干活，大伙赶紧趁热吃。来，来，刘芳，给我拿两个，我带头吃。来，那你错。来，拿着拿着。谢谢啊。地下，地下，多吃点肉。大海，你饭量大，你吃吧，我没啥胃口。你们先吃，吃吃吃吧，先吃。你干嘛？俺来看看你干啥呢？我在想办法。你这样把自己蒙着，能想到啥办法？水莲，我现在只有这样才能安静下来。你这样想办法，饭也不吃，你这身体会垮的。快，先把这包子吃了。哎呀，水莲，你就不用管我了。我现在想不出办法，我就不出这个门。吴念祖，让你吃口饭就这么难吗？大不了俺跳进去给你把水堵住，行不？我怎么没有想到呢？啥？水莲，谢谢你，谢谢。
那啥，你先把包子吃了，俺先走了。乔姐，乔姐，你们快过来！水生，拉我一把。孙红。坐。怎么，还在为蓝河坝的事儿发愁呢？俺们现在也是一点办法都没有了。确实也是挺难的。当年漳河大决堤，也是没有办法，怎么堵都堵不上。村长啊，就和八路军商量着呢，村民在旁边干着急，说，连国民党的保长都没有办法，八路军肯定没有办法。突然只听扑通两声，人们循声望去，看到两名八路军就直接跳下水去，其他八路军啊也纷纷跳下水去，在水中形成了一条天然的屏障，就这样他们。俺知道了。啊。俺们也要像当年八路军一样。水生，你可别干傻事，这很危险的。这哪是傻事啊，桑红，你太及时了。俺现在就去跟突击队商量商量。别，水生，那两位先跳下去的八路军牺牲了。你别。天哪。别干傻事啊。啊，对。吴技术员。啊，你快劝劝水生吧。怎么了？我跟他讲漳河洪涝，八路军下水当人墙的事儿，他居然动心思了。他也想到这个办法了。吴技术员，你也这么想啊？这有可能，现在是我们唯一的办法了。这可是人命关天的事情啊，你跳下去是生是死都是阎王爷说了算。三红，你先别激动啊。吴技术员，还想到新招了？水生，你别学了，会出人命的。大主任，俺们人多，不会有事的。是啊，大伙儿都想把渠修好，既然想到办法了，咱就赶紧试试呗。我看你是魔怔了，这水今天引明天引都一样，可是人跳下去万一死了怎么办啊？只要俺的命能换来红旗渠，俺愿意换。怎么说不通啊你？咋了？一个个都不说话了。被桑红那句话吓着了。吴大技术员，你给句话，俺们说跳就跳。对，说跳就跳。可是桑红说的也有道理啊，也得考虑进去啊，不能为了修渠不顾大家的性命啊。行，既然这样，咱就想一个安全的办法。对，咱好好想办法。来，坐，好好想。这么说，就没有个咋都行的招了？这水势太过于迅猛，虽然不至于把大家都冲走，但是现在跳下去又有太多我们无法确定的危险。那人多不就行了？俺们手拉着手，谁都冲不走。这可是人命关天的大事啊，我得为你们负责啊。念祖，俺们都不害怕，你害怕啥？对呀，下个命令就行了。要不再等等吧，看看水会不会小一点。不行，不能再等了，这马上就到雨季了，一到雨季水更大，现在石头沙包都挡不住，到时候就更挡不住了。不是，那怎么办呢？都试了好几种法子了。增加阻力，增加阻。实在不行，咱们直接上人。上人？啊，人墙啊？啊，不是老孙，这会犯错误的。
我知道有危险，可现在能怎么办？工程都到这个份上了，你还有更好的办法吗？不是，那民工他们能愿意上吗？民工不愿意上，我孙世浩带头，第一个上。孙副县长，水生他们要用人墙拦水坝。让我再想想，再想想。别想了，没时间了。哎，孙副县长，孙副县长，我觉得不用再想了。孙副县长，你要叫停？恰恰相反，我支持你们。什么？孙副县长，你为什么不反对啊？我不但不反对，我还要和你们一起跳。哇，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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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我代表临县县委，这第一碗酒，孙世浩，先干为敬。大伙儿都听着，这是咱突击队成立以来第一场硬仗，咱谁也不能当孬种，都听到了没有？是。为了咱红旗群，是共产党员的，就跟我上。上。上。今天都多吃点啊！今天都累坏了吧？哎，你们在这吃啊，我去看看啊。哎，你们吃，你们吃，你们吃，都别过来吃饭吧，吃去吃饭，吃饭，吃饭，没事没事，别过来。林书记，你们怎么来了？这不是今天合龙吗？我带着县委班子过来看看你们，一切都顺利吧？林书记，放心吧，有我老孙在，今天这一仗打得漂亮。那明天开闸放水有什么问题吗？隧洞两面的渠墙已经干了，应该没问题。好，哎呀，这咱们原来想着红旗渠五一节就能通水，可现在蓝河坝才刚合龙，看来我们以前的设想还是太乐观了。这想的太乐观，最早想着三个月，这没想到修起来啊，真是不容易。咱们呀，大家伙心里边有个准备啊，到时候好好商量商量。我觉得呀，这样下去，红旗渠修好至少要2到3年，啊。咱们到时候一会儿抽空好好合计合计。好，李书记，今天给大伙加餐了，来一块吃点。我看看你们的伙食吃什么。5秒倒计时，五五四四。